你要发展核电是什么？把核废料放家。我的结语就是，核废料放我家是绝对没有问题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我必须要有这些核废料的 ownership。 你的子孙不能含着核废料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子孙就会因为这些核废料而致富，而致富是致大富。致富是因为你是人太多。